各位老师以及各位老板以及 HR 专家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叫孙聪，今天24周岁，因为非常巧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毕业于山西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，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吧，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我首先非常感谢音乐能给我带来的一切，如果没有音乐的话，我可能很难走出我们那个小山村。我觉得音乐是我人生当中的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吧。然后毕业前后，我做过销售，做过教师，以及企业培训师等工作，然后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，希望寻求一份与销售、教育以及艺术、管理相关的工作。谢谢大家。有点紧张，可能是。不用紧张啊。我是您的粉丝涂磊老师。对，现在不紧张了吧？不紧张了，我紧张了。啊，聊一聊孙聪。孙聪在这个简历上说工作经历不太顺畅，是吧？是有点不老被坑。当时就是大学组织那个招聘会，然后我就去那个去老师发的那个票，就去参加了。然后当时就是遇见一个地产公司，当时那个女孩可能比我大1岁还是2岁。他说在北京工作2年，自己买了房了，然后我觉得这个销售难道能赚这么多钱吗？然后我就去了之后，就是来客户也不让我们接，就让一些老人接，因为那个都是上百万的那些合同嘛，我们就没有机会。我到那儿是新人第一个开单的，但是开单之后呢，然后遇到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一些事儿。我这个单然后就是被别人给切了。被谁？就是我上边的，你主管呀？对，抢了你的单，算是吧，很正常。我也被主管抢过单，我有一次卖了10台复印机，结果那单子算他的了。一毕业那会儿就是没接触过社会嘛，把一切就是人心想的都很善良，但是步入社会之后，我发现其实不是那样的。我没听出有什么太不善良的事情啊，抢单的确不好，但很正常。不太正常，我给你讲一下这个过程。是这种的，因为那个我们那时候是生化杯去推销嘛，推销，然后客户我拉来了，然后他是老人，他是好心的跟我说，你现在是新人，这个单你可能谈不下来，然后我帮你谈吧。我说那好啊，他是老人帮我谈。结果呢，他后来跟我说这个房子退了，让我觉得很正常，退房骗你啊？对，骗，是这样，所以你就走了？也不是这个吧，后来公司改革了，改革之后，然后我觉得，工资也没有，然后还得就是。交 PK 的钱，就没有工资，还得往上交钱。我觉得我刚什么叫 PK 的钱？就是工资全部取消，然后每个人往上交钱，就是给大家发工资这种。就是谁卖了房子，然后这个钱给谁；没卖房子，就是往上断的交钱，是这种的。哦，还有这样的？就是他这一种 PK 嘛，一种。这叫 PK 对赌了，这就叫对吧？对，这是叫对赌吗？庞白爷，这也违法。对啊，哇，你那是个什么单位啊？整天有勾心斗角，而且整天都有可能会遭受到更大的创牌。怎么感觉像一个传销公司啊？这个啊，就是卖房子。不过孙聪，你倒的确是个相对比较乐观的人哈，你也很宽容，那个不用想那些悲情的事了，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。你看你说的，你眼泪要掉下来了。没有没有，你这不是眼圈红了吗？这是，觉得很委屈是吧？没有没有，说说你后面的事儿吧。我们说说你师姐的事儿，这上面有你师姐的事儿，给王力宏伴奏那个。对对对，哎，你说说。这是当时上大学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学校在山西大学里边嘛，然后就你声音都哽咽了，已经说不下去了啊。平复一下。忘掉。就是当时王力宏去太原举办那个。音乐会，哎，然后就找到我们民乐团了，然后就去给他去伴奏了。一开始嘛，都说，免费去给王力宏伴奏、啊，但是我们都很兴奋，愿意去。到那一去呢，我们那个同学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聊天儿，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问我们同学说：“你这个来这一趟给你多少钱呢？”我同学说：“没有钱呢。”他说：“不可能啊，最少是500块钱呢。”完了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他说咱们这个可能是有钱呢。”然后我们就去找那个我们上面那负责人去了。师姐，他说：“确实啊，确实是有钱，但是你知道，这有钱呢，但是一层一层下来之后也就没钱了啊。”然后，
到这儿那还能怎么说呀？那到底问他到底是有没有钱呢？他说那个、有一人二百。我觉得心里边也落地了，就是一人二百块钱嘛。一人二百，啊，最后就是结束之后，就管他要钱嘛。结果他说钱丢了。钱丢了。然后就是报警。一层层下来钱没了。啊，钱，他说钱丢了，然后就是打110报警。啊。谁打？他自己打。他打了吗？打了。就警察都来了，本来是晚上去跟王力宏去吃那个庆功宴啊、哦，结果啥也没吃成。就是说他这个钱丢了，但是我们都有嫌疑，也不知道是谁偷的啊。钱要到了吗？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你判断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说啊，偶像就私吞了呗，私吞了。所以这两件事比起来，你怎么老受害者呢？哎呀，就是来，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祝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你就这么理解这事儿的呀？就是不能太轻易的相信别人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是，就像刚才老师说的，要是逆风去飞翔，又越挫越勇吧。你就是这个。来，各位老板，从这两件事当中，你们看出这孩子有什么问题？我特别怕他因为这两件事情把、这个、留下阴霾，对对社会的理解就走偏了。会有那么一点，当然自己也不断调整嘛。有没有调整不重要，关键是你要明白，对，就这事儿为什么老在你身上发生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是是是。其实职场中很重要能力就是说是一种辨别的能力，一种深度思考的能力，还有一种反思和总结的能力，这些都是职场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一种软性的能力。但是在你身上，可能是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有待于去提高的。他这个不仅仅是职场上的问题，我觉得他主要是没有是非观，就像你第一个公司一样，不管你赚钱还是别人赚钱，他都是不对的。就算你赚了一套房子，对别人来讲是公平的吗？是正确的吗？他也不对。说这样的公司你本身就不应该待下去，黑白不分，黑白不分、啊、最起码的是非观。但我们觉得你对他的，我觉得你们对他的要求太高了，20多岁对不对？我倒是有个理论，两套还不够，20次了你就会成长了，当然自己回家要分析。我倒是觉得他对不对啊？许聪呢是一个非常品格非常好，然后比较真诚，很实在的一个孩子。他呢应该要学会总结，通过一次一次不断的总结，然后通过不断的实践，然后达到自己，然后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。所以你看这个男生其实呢还是很简单，的确在思维方式上没有复盘的能力。如果你不学会学习和成长，你受10次变都是一样的，明不明白？但我相信你内心很单纯，你刚才说着说都要流泪了，一大老爷们儿，你想想看得多简单，是吧？但今天我们来应聘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？你有没有学习？今天12家企业，你有了解吗？有一定的了解。你了解谁？哪个是你想去的？比如像暴风，暴风影音，想去。还有哪一家是想去的？比如像那位那个刚才那个耳机的那两家。哪个耳机？哪个耳机？就是梦。就，哎，都英文，完了没太。你没学过英文呐、啊？你是大学毕业吗？不是，这个不怪他，因为 feel 这个词是个生造的词，它不是一个正经的英文。我是说他了解了一个企业，他就应该知道企业的名称吗？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孙聪，你是一个怎么说呢，你不是不够包容，你是太包容了，以至于有些事儿就是特别的稀里糊涂，不求甚解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我给你机会问他一个问题，就问那个问题，汪峰问的问题，你问他。对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问，你回答一下。成为一个像涂磊老师这样的人，或者是像在座的这样的人，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用几点来描述一下？一个要不就是名利上能有一定收获，要不有名有利，还有吗？一个亿，对，不是一个亿，9位数是吧？对，是你的小目标，啊？不是，就是人生的一个目标吧？人生的一个目标，还有什么要求？就是有一个能够白头到老的人吧，能够白头到老的人。我就最后一个梦想还可以。不是孙聪，你有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说你想成为像我们这些人和涂磊老师这样子的人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，我们是十几类人，并且我们不是，就是我解释一下啊，就是在座的我感觉是非常成功的一些人，
这个大家同意吧？他们哪成功了？其实并不如此，就是能做到这个位置的人，我觉得 那什么位置？那什么位置吗？那哪个位置吗？那是，那是哪个位置？那是什么位置？哎，你过去坐一下，来来试一下，真的过来去试一下，过来感受一下，来过来感受一下，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好好坐，摆出老板的架势。好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别急，别急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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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哦。感觉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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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好，真好啊！这就是你的梦想吗？这是不是你的梦想？是。你给我回来！我去感受了，结果就是我想要的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人往高处走嘛，每个人都有那种梦想，谁都不愿意做底层嘛。他坐在那老板椅子下那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嗯。只看到这个老板这个光辉的一面，然后却没有看到做老板或者说做 boss 也他这个背后心酸的一面，或者他需要他肩膀上的担子然后有多重的一面。不是，涂磊老师，我觉得您太坏了。您坏在哪儿呢？就是本来孙超的问题在于他把很多其实很复杂的东西给简单化了，对对对，但是呢你本来应该帮助他把这个简单的问题具体化，但是你恰恰又让他更加简单化。我具体化了呀。但是这并不是真实的成功或者是真实的职场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让他，所以我要让他感受一下再告诉他呀。我觉得你的问题可能是想要走捷径，想要走捷径。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看傻小子，还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才会被骗。但我觉得未必错，你问问下面这些孩子们。啊，对，我没有说想走捷径，一定是错。这个不一定是错，所以我刚刚有说，天性啊，对，这个没有问题，我没有说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。走捷径可以，但是你要有失败的勇气。所以在房地产行业，你的师姐绝对不是一个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那你被骗的这个事件也不是个案现象，那你有没有坚持下去？或者是说在房地产行业你希望能够走捷径拿到很好的收入，那你也可以换一个更好一点的房地产的公司继续做这个销售，有一天你也可能成为那样的人，但是你也没有坚持。首先是人生拥有的捷径并不多，如果把出卖这两个字所谓的捷径去掉，其他就没什么捷径了。你说呢？那个位置其实不好做。对，所以任何的获取社会地位都需要人生的沉淀才行。我问一下，你要求薪资多少？4000吧。4000。嗯。有没有地域的限制？没有。哪都行。哪都行。第一轮选择去火里。还有六盏灯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，来看一下他的性格分析。孙聪同学呢，在各方面这个的得分表现不错。他的职业兴趣更多是在与人打交道的，还有呢，在这个有艺术相关的一些领域。他的自我评价、主动性人格。以及未来职业的这个清晰度还是比较高的，但是在职业能力方面他的自信就比较低，所以我给你建议呢，你在这个行政的或者是在企业文化这方面可以去做这方面工作，还有一项也可以考虑就是做 HR。 来看看小兵对他的评价。根据我的大数据分析，孙聪同学机智幽默，还有点小小的重口味。从性格上看，他做事情可能不太严谨。你们猜得到和孙聪最有默契的老板吗？他就是猫王创始人曾总啦。两位在自媒体、网购方面最为契合，还都是安静的美男子。和这位选手最不匹配的老板是火星时代的王总，严谨的王总怕是接受不了他随性的作风吧。说跟你跟曾总是比较匹配，你确认吗？我感觉就是看曾总的，就是感觉挺投缘的吧，有这种感觉。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？
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？猫王什么？收音机。收音机啊，他还是知道的。谢谢。所以看来这个曾总跟你同样有男性的天真灿烂，是吧？其实到今天为止，我们还没看到你真正的职场技能是什么。其实我销售还是可以的。真的，我们试一下好吗？猫王收音机能做吗？这个可能不太擅长的，就是我也看过这些非你莫属那种节目，就是现场向老板卖这些。对呀、啊，这方面可能不太擅长。孙聪其实是这样子啊，我看完你今天的表现，我非常非常担心你。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，今天非你莫属，明明是这么好一个场合，十二位老师看怎么激发你，但是你却没有给你自己机会，你更何况十二位老师怎么给你机会？所以说，我觉得也许今天弯墨不一定会雇用你，但是我希望你清楚，准备是很重要的，否则你完全没有机会。啊，谢谢。来，第二轮选择，徐火力。还有三盏灯。今天是淘工作联合天猫的企业专场，观看这一期节目的大学生朋友们上天猫购物会有专享价格。来，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，从你开始。音乐活动策划的一个执行是比较适合你的。地点，北京、上海都可以，看你自己。给你的呢是一个区域经理的这么一个职位，啊，工作地点呢可以在北京、上海。刘小红给到你的职位呢是一个市场运营，然后活动执行的这么一个职位。来，三盏灯，只要灭一盏，考虑生命，去吧。谈钱不伤感情。请揭晓。4000-6000，对这样的薪酬有意见吗？嗯，没有意见。可以问一个问题。未来的发展。在未来的话，你可以对吧，逐步的从一个区域的经理成长到大区经理，再成长到这个销售经理。因为我们呢是与音乐音响呢是这种相关的，所以你的这个长处也许能在这里面得到发挥。微星科技呢是一家这个知名的老牌的硬件的厂商了，目前这个销售以及这个市场运营这一块，这个整个的发展潜力然后还是很大的，空间很大。我们来看一下小兵的数据，你跟哪位老板更匹配？孙聪和曾总匹配度达到了80%。作为两个安静的美男子，他们在 IT 科技、自媒体、团购方面最为契合。在团购方面最为契合。孙聪和刘总的匹配度达到了66%，他们在计算机、财经、旅游、摄影方面最为契合。跟你80%多，跟你60%，但具体他会选谁呢？来，10秒钟。微星和猫王的是猫王。